男生宿舍的迷惑行为。同学你好，我们学生会有个宿舍卫生评比。一等奖500水电。我们可以的。他应该退，再过一个月啦，他顶多还等奖啊。你去逻辑环，你去退去啦，好大味道啊！啊，学有学不废吗？逻辑环吗？这是南宁老友粉。那昨天呢？桂林米粉，味道都很冲啊。你认我粉稀的时候说很香的吗？哈。来了哪里啊，想要一路行一路吃的，啥到满地都是。你在挑战我，我十几年了没掉过。你这些饭全跌落地，好难打扫的。我用勺子吃的。这样的这么正经的吗？难道你们不这样？倒是你，看你桌子都是茶子，我就不懂了，为啥倒茶一定要打转，都洒出来了。那你懂什么？你意识了吗？快点搞卫生，我去买点芳香剂啊，还有洗洁精。好，给啊，这款辉王活力果净多功能清洁剂，一瓶就可以搞定全屋120多次，天然石榴味，什么粉味都没了。哇，还我嘞！99.9%的除菌率，还是实际无毒级配方，家里有小白或者宠物，弄着也放心，干净又卫生。那厕所呢？都要准备了，用这个同系列的卫浴清洁剂，进口乳酸成分，轻松搞定步骤，赶紧见完斩了。回来了，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喂，不是啊，我得搞卫生啊。傻子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先去洗个澡。你洗澡拿我鲍鱼刷做什么吗？说啥玩意儿？你洗澡拿抹布干啥呀？等会儿，这都我洗澡用的。洗澡用的？我们一起都。我马上订机票回老家搓澡。